各位嘉賓、各位市民，香港好事陸續有來，藉住七一好日子，我再喺度宣布一項好消息，香港呢個大家庭好快就迎來兩位新成員，一對大熊貓。我衷心感謝中央對特區的關心和支持，考慮我的建議，向香港特區送贈一對大熊貓，我們會立刻展開準備工作，迎接他們。他們將會在幾個月之後就來到香港，帶給我們歡笑和喜悅。